王老，嗯，让别人捧场出力，我们也应当有所表示。这是我以个人名义捐出来的钱款，请您代为转交。谢谢夫人。市政府为解决老百姓的困难，找我们工厂来借粮，我们身心和福星仰仗父辈的积累，也领了上海知名工厂的名号，我们理当义不容辞，所以我们捐粮以解大家之困。你捐不捐呢？捐！100万！我捐不完！我捐不完！